最近跟男友干啥？啊？坏了吗？什么情况？来做个冰板，这里面已经都冰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解冻一下。好像是要放热水才可以，得去装热水啊。周围看一下能不能脱模成功啊。哇，这个是西米露加那个什么那个珍珠啊。再来一个芒果的，打出你们最喜欢的，这个也是西米露加珍珠的啊，红豆草莓冰激凌，你们是喜欢哪一个？啊，这再来一个，哇，芒果的水果味的，哦，这个是纯纯的草莓口味。打出来你们最想要的。我想吃。你想吃哪个？这是草莓的。来。好凉啊！开播了，小号开播，我艾特在视频下方就要吃。
好吃。8:30开播啊，来我进直播间。太香！8:30开播。变成这一种，为什么牙齿不红不红？来感受一下冰火两重天。去，下去。哎呀！然后呢？倒。哇！8:30开播，今天晚上最后一场了，来吧，等你们，么么哒。